排车轮压过的人行道，驻留在别离店的街角，黑板上浪费愤怒的脾气，炽烈般的微笑，阳光下操场上你在奔跑，冰淇淋糖葫芦甜的味道，海浪里的喧嚣誓言，若不及那一个拥抱，至于吗？一条鱼把你美成这样，我要是不把鱼捞上来，你丫以后看我是不是绕着走啊？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。既然来钓鱼了，就踏踏实实的钓。像你一样总看手机算什么事儿？我后来不是关上了吗？你看，这不是关上了。我下去捞鱼，我把手机拿出来了。钓了这么多鱼。晚上应该请我在你家吃一顿吧。等我炖好了，送两条到你家去。你呀，就在家等着啊。去你们家吃个饭怎么了？照理说啊，应该主动请我去，怎么这么不懂事呢？不是我不懂事儿，你要想吃呀，就在家等着，要不然算了。哥，哟，大海，哎，你这裤子怎么湿了？赶快到屋里去换条新的。爸，咱家哪有多余的干衣服给他换啊？怎么没有啊？我前两天刚买一件新的。叔啊，要不我在林家洗个澡吧？你看我这身泥，新衣服给我穿上都糟践了。你够了啊！成，会放水不？不会放水，让英子跟你一块洗。哎，那感情好啊？好什么好呀、啊，爸。咱家厕所门都坏了，那喷头还堵着，你让人怎么洗啊？能洗能洗，我家厕所连盆都没有，夏天就拿自来水直接冲，热水都没有。热水我们家有的是啊，随便使。那去，那我去洗了啊。爸，你干嘛让他去洗啊？不就洗个澡吗？哎呀，你洗什么洗啊？刘德英，你家热水怎么开啊？赶快去关上人弄弄去啊！我去，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儿呢？来来，我帮你拿着去，赶快去，快去！你连热水都不会开，这么着急脱衣服干什么？哎，要不一起洗吧？你看你这一身的汗。谢谢您了，你丫太色了，反应还挺快。呀，啊，来了，买鱼了今天？钓的，钓的。啊，小儿，送你两条，您要不拿回去帮我们给炖了，你要搁我爸手里啊，又糟践了。你爸做鱼挺好吃的，最近可有长进了。你是没吃着？行，哎呦，我把鱼拿过去，炖好了我给你们拿过来啊。好，谢谢啊。没事。多不合适，这有啥不合适的呀？哎呀，真是。爸啊，我跟你说呀，等会儿顾海他要说再留在咱家吃饭，你千万别答应他，说咱家饭特别难吃。怎么难吃呢？你周婶做挺好吃的，这鱼是你们两个人钓的，你怎么不让人家吃啊？不是，我是想把鱼送他们家去，他们家离咱家又不远，对吧？行啊，儿子说什么就是什么。哎，哟，洗完了？洗完了。哎，还行吧？挺好的。
那个叔，要么我一会儿在你家吃饭得了。你想走我也不让你走啊，真是，就在这吃，好吃饱再走啊。好嘞，来走走。常到家里来玩啊！好，金子，一会儿送送你同学。好，叔您回去吧。那你慢走啊。好，那你回去吧。行，走。嗯，你家里是多远？怎么着，还想去我家坐坐啊？没有，就想送送你。哎呀，都男的有什么好送的？回去吧，天凉了。我呀，骑车10分钟到家了。走吧。哎，你为什么用艺术字写名字呀？嗨，那个呀，是我女朋友找人设计的，非让我学着写。后来我一直写就习惯了，改不过来了。这是个不好的习惯。白老师教师对。你喜欢狗吗？嗯，一般再凶猛的狗看到我都会温和下来。你要是喜欢。哥们儿，明天送你一只。你那么穷，买得起吗你？哎，怎么走这么久，你家还没到呢？我是推着走，肯定慢啊。我骑上马上就到了。对，我骑上了啊。你回去吧，走了。走了。哎，走了，拜拜。大爷，我自行车到您家了，我下去捡一下，成不成啊？行行行，这怎么从上面掉下来了？你在墙上骑呢？我先捡完呀，我就扔回来，不耽误您事儿。行了行了，别扔回去了，从这门口推出去吧。就等你这句话呢。好嘞。走了，大爷啊。
多好的小伙子呀，可惜呀是个傻子。等会儿，谁等你？你还行不行？不行我来。这都快到了，说这话还有意思吗？哎，等会儿你开慢点，再慢就迟到了。我觉得后边骑自行车人怎么像大海啊？哎，别说，真有点像。我觉得就是。是什么是啊？你瞧那穷酸样，能是大海吗？再说大海自己好几辆车呢，犯得上骑自行车吗？哎。大海到底跑哪儿去了？哎，同学，问一下，顾海在这个班吗？顾海，有人找。你怎么来了？你说我怎么来了？两天了。你电话一直都打不通，再联系不到你，我还以为你遭人绑架了呢。我这不没事吗？手机掉河里了，我也没钱买新的，联系不上。这傻子，你爸怎么能这样呢？就算把你轰出来，也不……小点声，同学都能听见。你爸到底怎么折腾你的，把你弄成这副德行？哎呦，别拽了，再拽坏了。行了，别闹了。中午放学把你送回去。我不走，我请了三天假。你请假了，我没请假。你要自己在这逛三天吗？你不会逃课吗？你嫌逃的课还少吗？我一宿没睡跑来这儿找你，都换不来你一节课吗？行了行了行了，没空陪你。我知道了，你在这里有女朋友了，对不对？你要再说这种话，你从哪儿来的滚回哪儿去！我就算要滚，我也得先把事儿给摸透了。你要觉得我陪你时间不够，我现在就找老师请假，回去你想怎么折腾怎么折腾，但是在这儿不成。为什么？什么事都有原因吗？我想你坦诚对我。我金露露没那么贱，你要是真有个女朋友，你不轰我，我也会走的。那你走吧。老师这节课讲的课你都听懂了吗？我们老师讲的我一句都没听懂。我也听不懂。我会算命你知道吗？特别准。来来来，我来帮你看一看啊。这个手相术。不用了不用了，我要去厕所。昨天选完了吧？哎，昨天听说咱们学校来了很帅的男生啊。啊，好像我听人家说叫联赛。哎，刚才那人是你弟吧？你弟？那是谁啊？我女朋友。啊！你干嘛？貌似有人打架。这声音听起来好像是尚小璇啊。顾海怎么瞧上他了？你问我，我怎么知道啊？你不是天天和他在一块儿吗？他都没告诉过你他女朋友的事儿。谁和他天天在一块儿了？你呀、啊，以前吧，你俩是死对头，现在又天天在一块儿。我跟杨猛都特纳闷。哎，在一块儿就在一块儿了，又不是谈恋爱，至于这么敏感？
想干什么？你告诉我。我就想让他知道，抢了我男朋友会有什么下场。我最后警告你一次啊，别往我身上安一些莫须有的罪名。没有女朋友，你为什么不联系我？没有女朋友，你为什么躲躲闪闪？你是觉得我丢人了吗？你是觉得我配不上你了吗？我讨厌沈静这样的女人。好，既然你已经开始讨厌我，那我就让你越来越讨厌。你不是不喜欢我出现在你们班级门口吗？那好，以后我每周都来，直到你走了为止。这有什么好啊？你来干什么？这没什么好的，可这儿有你。好吧，我答应你，让你在这儿待几天。可是有一点啊，你要给我记住。你说吧。在这儿，你要把我当成一个穷人，记住这两个字，穷人。别在我同学面前提我的家庭信息。还有你自己，在我同学面前也少露富，低调点。穷人？有多穷？要多穷有多穷。吃饭吧，我女朋友请客。她是来找你的，你拉上我算什么？我不去当年的话。哎呀，我俩都老夫老妻了，没那闲情雅致。叫你去就去，哪那么磨叽呢？去不去？给个话。去不去啊？去不去？来，尝这个，味儿很不错。你偏心眼儿。我也爱吃羊尾巴，赖宝贝。服务员，给我加锅羊尾巴。你好，先生，是这样，单点一锅羊尾是精品锅，需要加钱的。我不要单上一锅羊尾巴，我就要吃你夹给他的那一块。给你，我可一口都没吃啊。看看人家，问你个事儿啊，他在这个学校啊，没有新的女朋友，你放心吧。你怎么知道我要问你什么？人家也是有过女朋友的。帮我看着点条，回头我把手机号给你，你要有情况了你就联系我，回头姐请你吃饭啊。这地方能住人啊？怎么不能住人、啊？我在部队待那么多年，哎呀，条件没有这好多少，都得住下来。可这儿也忒差劲了吧？这一片啊，没这么好房子。你就非得在这一片住吗？你们学校附近多少公寓供你选择啊？我喜欢这一片。这片哪好了？消停。你爸是不是不给你零花钱了？你要是真没钱，可以跟我说呀。李硕、虎子他们不都有钱吗？十几万一时半会儿拿不出，几万块总归有的吧？哎，住个好点的房子算什么？至于这么憋屈自个儿吗？再说了，这瘦死的骆驼比马大。就算你爸不给你零花钱了，你自己总归有点积蓄的吧？我就是想住这片儿。跟钱不钱的没关系。天啊！你不会就拿这玩意儿接我电话的吧？就是他。我说怎么那么大杂音，信号还不好。你怎么把我给你设计的名儿给画了？哎，你过来，我看点东西。这两个字体，像不像？不
像，差远了。你仔细看看，一点都不像吗？你别看他外形，主要看这字体，字体。看啥都不像啊。来一套。好。怎么没等我呀？我怎么找你来吃啊？我不是天天来这吃吗？前两天不就没来吗？怎么着？想我了？想你干什么？你女朋友呢？哎，终于走了。谢谢婶啊。你可别这样啊！你女朋友叫我看着你呢。你瞧你现在这样，估计是看不住了。他的话你也能信啊？我俩在一起都三年了，他每天疑神疑鬼的。其实啊，我根本就没跟那个女生暧昧过。以他的条件，是没啥安全感。抽你信不信？单小泉白挨了一顿打。我没往他上贴标签，让他自己贴上来的。你就不心动吗？单小泉怎么着也比你们家母老虎强多了吧？我不喜欢他那样的，我呀就喜欢猛的、爽快的。单小泉那样呢，站我旁边我就起腻。哎，你喜欢什么样的？和你相反，我喜欢骚点的。那每次单小泉来我这儿，连跑那么快？他呀，我早就摸够了。说起从前，一个人拖延着时间，我笑着听着你诉说，眼前却模糊了一片。你拉起我曾犹豫不决的手，向前慢慢走，一起慢慢走。别总说我不懂，别总说我不痛，风也吹过我嘴角，残留下温柔。别说你会继续陪我，我不说是我太过沉默，你握紧双手见我说。别总说我不懂，别总说我不痛，风也吹过我嘴角，残留下温柔。别说你会继续陪我，我不说是我太过沉默，你握紧双手见我说。